黄色的小蜜蜂。花园里有好多颜色，绿色、红色、紫色和黄色的小蜜蜂。是谁刚刚爬了过去？看一看，叶子下面是什么？叶子的下面是什么？是一只蓝色的蜗牛。蜗牛，蓝色的蜗牛。谁会觉得橘色的胡萝卜看起来脆脆的，很好吃？看一看，绿色的卷心菜的后面是什么？绿色的卷心菜的后面是两只好饿好饿的兔子。一只兔子，两只兔子。当兔子吃胡萝卜的时候，什么东西掉在它身旁？说：“朋友，你好啊。”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一只紫色的蜘蛛。紫色的蜘蛛。温暖的阳光照在了向日葵的头上，是谁在挠它的痒痒？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是谁？是红色的瓢虫，红色的瓢虫，红色的瓢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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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瓢虫。下雨啦！花草树木快快长大，太阳出来了，一道彩虹也出来了，一道彩虹也出来了。再见，蜘蛛。再见，蜗牛。再见，瓢虫。再见，彩虹。再见，小蜜蜂。故事讲完了。